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Marco。 今天我们几个就落下基哥艇，今天非常之大风，我们钓围港就没问题。一来到就好刺激，第一口阿基哥就攞捞机，今日农历29，气温29至33度，吹东北风4至5级，天晴。今日维港都好大风，我相信好多钓友嘅艇期已经被取消晒。今日有我阿立 Sir、欧米同埋一个神秘人坐船头。我哋决定今日揸红酥或者蛋仔为主，所以主要系用上呢一个钓组。我哋今日准备咗14两嘅沙虾，同埋朝头早买咗12两嘅红酥落嚟。我哋11点就要埋岸补给，再去买多斤半嘅红酥。估唔到今朝消耗啲鱼利消耗得好快。我哋真系估唔到，啲放生嘢全部开晒口，钓鱼系完全冇得拣。最后我哋都钓到11条嘅磅头跟头鱼，最大嗰条就系东星斑，大概有3斤重，仲有一条黑鲨、一条黄脚蜡、几条老虎仔、一条白苏公、一条火点。而条火点、白苏公同埋条老虎斑系我钓，大
但系就因为某啲原因，我拍唔到片，唯有就下次再补翻。呢一集嘅分享就到此为止，我系 Marco， 下一集再见。哇！咩嚟噶？喂，哇！咩嚟噶？都系黑沙，都系黑沙。哇！今日啊，真系退晒喎。有乜可能啊？真系黑沙喎！哇！你啱啱好似啊，我呢条猪肉。